这个第五名的，我们就把这个手机一万的手机给它抽掉。嗯，唤醒三唤醒怎么说？难道我是把要打狂野唤醒龙？这两个 VN 没用了，这两个，哇，给了一个这个尼寇，你呢？感谢秋刀鱼。你知道尼寇是什么？尼寇是吃鸡神器，有这个东西，吃鸡率提升20%，真的，在我的眼中，这个东西就是宝贝。给我这么多钱，我靠，给我这么多钱，有、这个有点猛，看一下，感谢小雪的飞机，谢谢塔卡曼雪，塔卡曼雪。小青年没吃过亏哦。哦，这个人猛。哦，龙牙，抱歉。哇、哦，他卖血。我想卖血的基本上就没了，你信我。敢卖血拿装备的。看看啊，我这个三唤醒呢等级太低，一星估计是打不了了。我准备养一手卡萨丁，卡萨丁很厉害的，真的，你要给他配个狂徒，配个龙牙，你看看他很猛。嗯，可惜啊，我把两个飞卖了，刚才不卖就好了。这个角落维鲁斯还是很厉害，但是我们要看看有没有机器人，有一个啊，拿下去，有一个机器人，我们盯着他啊，他如果上机器人，我们赶快把他吊走啊，他没上，没上就把他放在角落，很厉害，一串二，最少一串二，搞不好一串三，这个东西伤害巨高，300，比龙王还夸张。满入，在前期就疯狂的入场。疯狂的入场，让他们没有后期，让他们在大鸟的时候就 GG 啊，不到大鸟，到狼哥的时候就 GG。给的东西太捞了呀。凯南。该出击了。凯南。斗枪，哎，斗枪可以搞一搞。德玛西亚万岁！往下拉一个。感谢梅魂接棍的 BG， 感谢想教老马斗地主的 BG。好，这一件一串三，完美。一串吃力气了，吃力气了，吃力气了，力气还是要吃一下。前期阵容先这样吧，没法变。嗯，我们家里面有个拳套对吧，可以拿个拳套，这个卢仙给我拿到就出问题，我跟你讲，他们就出问题了，这奴仙只要给我拿到，他们就继续。好，没有，行，那我们现在拿他一个，没东西了，无所谓，高手不挑装备啊，你先拿，你先来啊，啊，你先来，
装逼式打法，拳套搞起来，直接出。我的打法就是直接出，前期要你命，没得后期。机器人拉这里，好，盯着这个机器人，他只要往左边一放，我们就把他拉开。啊，没事。感谢很帅哦送上的飞机，谢谢。哎，把他拉下来。这波好像赢是肯定赢，我们要不要吃利息呢？16，这3个卖掉够吃。不会打不过吧？不至于，不至于，打肯定打得过。我法爆维鲁斯，一剑就带走。利息还是要吃，20块利息还是要吃的。啊，4连胜，很肥。感谢任意旭的飞机。来了两个骑士，来的有点晚。机器人，龙女，这个不要了。机器人在中间，我马上应该要打他了。我觉得这把我们可能要给他跳到这个位置。机器人拉到这里，拉这里，让我一箭射。啊，好。5连胜。哎。我靠，这个人比我想象中猛多了。我主要没得羁绊，没得羁绊，没得羁绊。不行，他给我问号，什么意思？看不起我法爆维鲁斯？多比。准备好了吗，锤子？讲真的，这个男枪是真的牢，男枪是真的牢。利桑卓买一下。杰不买了，杰单挂很强，27块，打完这两个卖掉，30块，恭喜以上5位同学每人1000余次。马老师好，你好。他直接给我出了，我很烦。大牌，哎，32、34、34、36、38，差1块，卖掉。凑还是要给他凑40块钱啊？这个是吧？卖了。先这样吧，先这样吧。哦，这个加盟啊，
这家猛，这家猛，但我应该不虚他，我这个龙牙机器人有点顶，哎，有点顶，不虚他，很猛 ，OK， 吊打吊打吊打，34块，37块，38块，凑不出来，这把就是把它卖完了也凑不出来，算了，不卖，那就再把它买了吧。下棋鬼才大司马，行，感谢你的夸奖。我觉得我一动手来了，可以舒服。这个这两个不要，还这里，哎，再找个枪手。凯南，凯南要不起，寡妇，寡妇可以搞一个。感谢伏地魔臭弟弟的两个飞机，谢谢臭弟弟，谢谢伏地魔。现在有这个龙牙机器人，应该是没有对手。哎，应该是没有对手，太顶了，法爆。下一次你这条命只要一支箭就能带走。我买凯南，寡妇不要。好，这个选装备啊，我们先看有没有要的英雄。这个女坦很香，我是一个大帮，我们女坦，女坦给他，女坦不要了，我们要一个这个，我看，哦，大猪，50块，离子火花。大猪上三法凑不起来，行吧，先留着啊。双枪双骑一机器人，羁绊有点少，阵容有点捞，但是强度还可以啊。感谢炫大师的飞机，你们饿了，我也饿了，开饭。怎么讲，今天操作不下翻，有点小强，不好意思啊，最近潜心修炼了一波，有点小强，让大家哦哦，二星金克斯，3-4二星金克斯，变魔术的吧，这怎么玩啊？哦，猎人谷二星金克斯，你在动我，二星龙女完了，这把完了，这把出大问题了，这把有点顶不住了，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地，因为我要吃利息，利息狂魔一手不定，就不可能地的，第一次砍手，8人口之前第一次砍手，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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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凉了，这把凉了，比尔·沃夫的桥子，这把凉了，这把真的凉了。现在要开动我的脑筋了啊！现在精彩的时候到了，大家请不要打扰我。这时候是最有技术含量的，是不是王者选手在这个时候就能看得出来，知道吧？
如果你只有大师水平的话，我相信这把你是顶不住的，因为这把有天虎，但是有王者水平可能就能顶得住。好，金铲铲拳套约德尔大腰带无尽之爪，首先先升个人口，上他两个大猪，然后呢我想地手，但我不地，说不地就不地，一次都不会地的。一次都不会丢，我这个维鲁斯太恶心了，一星到现在一个没嫖到，我白嫖了，真的。就遇到这种时候，我也不会丢的。哦，顶不住了，这个六法剑魔顶不住了，六法剑魔也糊了，我没了没了，这把没了，真的没了。我这把搞个前二吧，要不贪心了。好，八人口了，可以地了啊！挥动着愤怒的双翼。八人口之前上吧，一次都不会地，第一次都砍手。不要手软。没有铁男。现在我们千珏卖了，差一块，赢了就可以，输了卖希瓦纳。这一星金克斯还行，赢了舒服，可以。啊，经过了刚才一波微调，感谢马老师打下排位啊，送上的飞机，打下排位。我现在排位的水平如同一个白银选手。但我的下棋真的是高手，你要看哪一个？我觉得你应该是要看好看的吧。我下棋下的这么棒，你不看，你让我给你展示。德玛西亚万岁！哎呦，挥动着愤怒的双翼。是要没了呀，我怎么没？哎，哥们儿，我现在第四名，你跟我说我要没了，哇！我说的没了是这把吃不到鸡了，没了，好吧？是吃不到鸡而已。第三名，一个这个，一个这个。说实话，很难打。我决定拿他一手。死哥没拿到，这死哥我拿到的话就是狂徒。我拿一个攀升的话呢，就也还行，把它变成法师，对吧？嗯，来我这里集合。波比来，阿卡丽奈，上个双护卫。这个枪手真的可以走了，离子一佛法变成法师不太好，现在不变，刷一下，刷一条龙。夜光巨顶，法爆给他，可以变了，因为我死哥来了，可以变了。好，起飞。他二星金克斯，你看他很猛，
但我跟你讲，我稍作调整，他就不是我的对手。你要搞清楚，我还有一个尼寇之柱的，好吧？哎，第一名、第二名，不要高兴的那么早，我们马上就能追上来。再给我刷一个攀升，我可能就要开锤了。我这把没有铁男是最恶心的，没有铁男是最恶心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个没铁男，我们的暗影，这少个暗影是什么概念？我靠，真的很伤。这个龙牙我们选择给他一手布匹。大哥来牌，真的，哎呦伤啊！这几轮刷的我头皮发麻。哎，躲不出来大的，这死哥我都不指望他独大，真的，他就是一个配门子的挂剑，挂个法师的。我这个攀升应该能打赢，哎，能打赢。别拉我，拉我没事，有离级火花。汤姆死汤吗？打一下吧。好，龙来了，下一波直接用尼寇变。这个火男的话，我们不卖啊。我们现在这个很想要一个铁男，这个时候刷铁男刷不到，因为我的人口太多了，刷一块钱的卡是很难出的。你看，出了一个，到现在就出了一个，几率太低了。然后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刷个铁男太不靠谱。但是我可以用千珏来代替，但如果千珏代替的话，有个坏处就是我少了一个骑士。对吧？所以呢，我们可以考虑不要暗影，但是后期的暗影还是真很好用的。给个大腰带怎么着？没的，江心刀、伏击之爪行，也行。龙来了，哇，直接就锁血。我这个尼寇之柱还可以给攀升，太猛了。死哥来了，死哥不值得用，我们用尼寇之柱啊。死哥不值得，行了，不刷了。我现在应该是锁血了，现在能够打赢我的应该这个第一名，我应该也可以把他吊打。我不能被海克斯禁。感谢夏末林子的飞机，这个是第二名。你看，我可以将他轻松吊打，就算他金克斯开炮我也不虚。死哥读出来了，好，游戏结束。一龙王一口安静啊，结束。看到没有，他说我要没了，对不起。你现在再看一看我是不是又站起来了，我又站起来了。我怎么扣了两个莫甘娜？我看我扣莫甘娜干嘛？瓜皮啊，给我来一个攀升。应该先请谁呢？哎呦，波比我真的不想要，波比我真的是不想要啊，不要。哎，又来个大虫子啊。哦，我玩大虫子好吧。感谢小马的五枚大火箭，谢谢小马，感谢感谢。小马的棋艺也很高超，哪天我们来过过招。好，这个人没了，这个人没了。我还有个尼寇之柱没用，只要给我来一个攀升，马上给他套上。这第一名、第二名，这把绝对打不过我，你看着吧。因为我现在要我为后期的决赛做准备了，我把他们的大虫子和卡莎给他拿下，他们就GG，你信我。来了个乌鸦，乌鸦搞一搞。我们要处于战争中，
这就更猛了。你看，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不买波比的原因，反手养个乌鸦出来，把他们的大虫子和卡莎给他扣住，游戏结束，为皇城之战做准备了。现在我已经想到中这个决赛了，我不是在想现在怎么打，因为我现在已经没有对手了。你看这个人他很强，对不对？他是很早很早就起二星金克斯天狐的牌，但是我不虚他。你看我现在好像还是打不过他。哦，三个星星，有点猛，有点猛。这二星金克斯还是不开玩笑，就有种给我再来一个攀升，你一扣支柱套上之后，第五名，没关系。就来个帽子，你看我现在是第五名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我的实力绝对是前二，第一第二的，只是我现在血量有点少，因为我前面的运气有点差，没关系，这把必须前二，必须前二，第一名不敢讲，因为第一名我血量太少了，而且还要看后面的运气，但是前二是肯定没问题的，这是我现在就可以推算出来的。来一个攀升，游戏结束，卡莎扣住。大虫子不扣了，火男好，可以，又提了一波帽子给他，大猪也不来，女坦也不来，哦，有点恶心。他们不转卡莎是赢不了我的。感谢，请叫我 Mr. 陈送上的飞机。他们现在必须转卡莎才能赢我。这一家狂野龙不行，小龙一条。啊，这个他这个装备表，六法剑魔。六法剑魔现在不行了啊！我有三个魔免，现在不行，不理他。这家是绝对不理他，除非他有三星小法，否则他必输，哎，必输。我三法两个魔两骑，他不可能赢，你信我，因为他劈不动我。他主 C 是剑魔，劈不动我。我靠，这火男有点多了吧？好，我们现在看看啊，下一波打这一家，这一家的纳尔和龙女是最关键的。我靠，三星龙，我感觉我要被他教育，我没暗影怎么办？首先先加一波护甲，把我的护卫站在一块，然后用我的大猪对准他的龙，拖住他的变身时间，他的纳尔扑不到我，这波站位完美，这波站位完美，看到没有？我可能还是打不过他，但是通过我这一波调整，你会发现我损失非常的小，而且我攀升只要不死的话，不行，攀升死了，攀升死了就打不过，攀升不死我能打过他，用百分比能把他炸死，这个没办法啊，这个没办法，没关系，这个人交给他们来解决，这一家交给前面的两个 ADC 来解决 ，ADC 能打动他们，我打不动，他三星龙女我不可能打得动。哇，这个绿茶给的太棒了，给乌鸦，现在来一个乌鸦直接上，来一个攀升直接上，你一扣支柱助我吃鸡，卡莎留住，因为我觉得我这把应该是第一第二，虽然我血量只有16，但是我很自信的告诉你，这把不是第一就是第二，你信我，只要这家被他们带走，你看着吧，这家我搞不定，这家三星龙女都要靠 AD 输出把他打死，但我没有 AD 输出。感谢秋刀柠檬送上的飞机，这个绿茶给的好，因为后面前面两个是物理输出偏多，我不会打不过龙吧？啊，你在逗我吧？为什么这么强连龙都打不过？凉了，这凉了，这打个毛啊！我操，我把绿叉还掉了一波血，这打毛啊！猪女也不来，我靠！我靠，这太伤了！哎，这家不行，这家没了。这个小金克斯其实是绝对没了，好，我可以送走一家了，他血量有点多，他可能死不了，但是他应该没血了，这波打完他应该没多少了，啊，好，
哎，少把绿叉太伤了呀，还掉了一点血。不然我这个绿叉给乌鸦，对吧？二星乌鸦带绿叉和龙牙，我靠，是真的吃鸡的，太可惜了。那个龙一滴血我没打过他。牌总要来吧，你牌再不来我受不了了。哎呀，你转世虚空啊，你怎么转成这个样子啊？那你打个屁啊，这个人世虚空怎么转成这个样子啊？那你这个转的没用啊，你没了呀，你这转的太丑了呀。啊，这家很轻松，这家主 C 是三星剑魔，三星剑魔也没用，不怕的。哎，不怕的，我还把它定住了，定它五秒钟时间，炸了！这剑魔从头到尾砍不了三刀，你看，轻松掉的。他这个好，应该还要再走一个。我现在非常需要潘森和乌鸦，给我刷一个好吧？感谢乌鸦潘森。哟，铁男换掉。就此开始。乌鸦，乌鸦，乌鸦，怎么了？好，这把我们打这个。啊，这个人他不是我的对手。我们给他吹他吹一个这个，啊，吹一个铁男。好，给他吹一个铁男。哟，不是啊，我靠，完了，打他。这家我是最怕的，二星潘森。姐姐暗影了一个无关紧要的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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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把是肯定是剩一个纳尔和龙女打不死，潘森能搞定就已经很满足了。搞不定啊，搞得定，差不多炸出来。好，两个无所谓，这个是意料之中，没办法的。我再抢一个，这个攀升怎么讲是必须要拿的，必须要拿的。虽然它是个装备没用，我没有闪剑。如果这个攀升是自带狂徒的啊，不行，我攀升满装了。如果这个攀升是自带一个龙牙的啊，好像也没用龙牙。我再刷一手啊，看看能不能刷到攀升。哟，刷到个乌鸦。那我到底是给乌鸦还是给潘森的这个豆豆？就两滴血了，不容我再那个了。先给潘森啊，潘森满装。好，这个东西给他进装备用。乌鸦锁住，这把打啊，那家没了。好，我又再赢一个人，这个人没了，他绝对打不过我。我闭着眼睛跟他打，三个魔免。啊，大叔没有开出大，他调了一手站位啊，很聪明，但没什么用。我死哥没有开出大，他主要卡莎没装备一起啊，没用的，他必输的。你别看我就这三个了，啊，他没了。好，带走一家。好，我们现在把这个乌鸦买了啊，再刷一个乌鸦有没有？好，你看第二名，打他，那没办法了，我打不了了，对吧？那没办法，感谢丘尔玛送上的飞机。我现在如果能把他龙女暗影掉还有说法啊。这波我们看一下这个位置啊，首先他的纳尔在中间，龙王和火男的位置很重要，这三个躲起来，中间的跟他们刚一下。暗影了一个火男其实意义不大，我更想暗影的是他的龙女或者纳尔。这一家天虎打不过，讲道理天虎打不过，我没办法。哦，翻了，没办法啊。感谢大鸟贼舒服送上的大火箭，谢谢。感谢丘尔玛的飞机。这个其实这把只我们只能打第二啊，够了，说实话，这把要求就是第二。